太酷了！各位十万兄弟，现在开启乌苏硬核挑战时刻。当场跪了，这个地方开启什么挑战？乌苏硬核挑战？这不是挑战了，这是拼命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我们换一个场地，我来欢迎。换一个我们能玩。换一个我们能玩。吓死了！你不要吓人啊！吓死我了！啊，我们走这边下来。博远就没站起来过，我不好了，我。哇，回到地面真的好安心，地面真好，地面真好。各位十万兄弟，现在开启乌苏硬核挑战时刻。什么？这里就是乌苏硬核挑战时刻的飞跃大跳台的场地。站着的先来吧。啊？我们对大家的这个滑雪的水平还是有认知的啊，感谢。直接下这个呢是确实很困难，所以我们将使用雪上飞碟从大跳台滑下去。上道具，还有道具啊，我用这个。我完全可以。确定？我这个我可以啊。那现在宣布乌苏硬核挑战规则，飞跃大跳台之端水大师。大家将使用雪上飞碟从大跳台上滑下去，每人手拿两杯水，滑到坡底后，谁剩余的水最多即可获得本场景的破绽提示锦囊。硬核乌苏，破釜来看。长九州第一个，脚转过来，那怎么拿水啊？救命！用手指勾一下就行了。哎，这样可以。准备了啊！我数到三的时候走啊！一。稳住了，应该有很多，他应该有很多水，因为他没有翻。九州，还有吗？一点点，抖掉，全部抖掉。下一位勇士，不服来战。翻了，翻了 ，barbecue 了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可不咋，我一滴都不能浪费，我一滴都不能浪费，哎呦，太差了，来准备啊，3、2、1。翻的那叫一个彻底！我帮你守住这个杯子，还有水吗？我是不是翻了一个跟头啊？对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脸全吃了水。你别把这最后一滴。伦哥应该是我们的滑雪水平里面最好的，有没有信心赢？就是干了，来。哇，好稳呐，好平稳呐。哇，他果然会滑雪，平衡感好。